区、前进区等总共8391户大停电，有不少店家就哇哇大叫，没有电梯得跑上跑下，甚至有理发店直接到骑楼来做生意，让老板跟客人都哭笑不得。门口排满客人，但看看店员满头大汗，而且店里一点灯光都没有，居然是大停电，让店员哇哇叫。一个小时有了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有啊，没有电梯有麻烦。你厨房在我们厨房在楼上。停电已经一个多小时，这间美妆店光线更暗，只能点蜡烛。机车行停摆，最无奈的就是理发院，里面太暗，居然整张椅子移到骑楼，老板跟客人都哭笑不得。就我准，安娜告，哎呀，不得已来这里做宅好，大家看。高雄大停电，12号下午3:28，同盟变电所溃线跳脱，包括三民区、前进区，总共8391户大停电，馒头、包子店、冰箱没电，电风扇也不转了，这种天气怎么受得了？没有电了，阿明懵啊。很热啊！台电紧急抢修，5:12全数复电，全台大停电余悸犹存，进入夏天用电旺季，只希望这种突如其来的停电慢个来，实在有够困扰。记者许富天高雄报道。